吃的，但是我觉得也不适合现在的。在节目上碰到比较多，以前都是在秀场啊比较多，那节目综艺节目也比较多，都不是的，但是我觉得也不适合现在的。感谢大家。都是可能平常私下的吗？在节目上碰到比较多，以前都是在秀场啊比较多，那节目综艺节目也比较多。最近上的节目比较多，大概就一场吧，不过蛮不舍的，也蛮不错的，也希望他一路好走。都不是的，但是我觉得也不适合现在的节奏。感谢大家。都是可能平常私下的吗？在节目上碰到比较多，以前都是在秀场啊比较多，那节目综艺节目也比较多。最近上的节目比较多，大概就一场吧。自己多自己上，谢谢大家。不忍心啊，不忍心。因为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罗佩莹女士的告别是我们择期于在8月15号，好，在第一殡仪馆的安顺厅就是举办。对，那我们时间来讲的话是10:40举行家祭，那11:对外正式公祭。宣布一下那个家属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整个告别式的这个后事，我们完全遵照家属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我们也必须讲啊，因为罗美美的妈妈已经高龄94岁了，那么人生至痛啊，人间至痛，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所以呢，在后事的安排上面呢，我们是完全尊重家属。罗妈妈的意思呢，是希望在8月15号，那么最后安葬在哪里呢？会放在桃园，跟罗美美的爸爸放在一起。罗美美从爸爸过世之后，这些年经常在做噩梦，那她的噩梦都只有一种模式，就是梦中一直喊爸爸，然后喊爸爸对不起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也许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，经常要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，一定要披上白纱，然后感觉给父母一个交代。那么但罗美美没有选择这样子的路，她选择了跟随自己，但是的确在传统的压力底下，她也是会有很大很深沉的一个压力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明天把她的冥诞办完，然后我们就是15号追思告别仪式就到一个段落。不忍心啊，不忍心。对，因为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